装机准备。将跟焦器底座安装在摄影机底部，安装云台底板，翻转摄影机，在顶部安装十字固定板，可根据摄影机和镜头的长度选择朝向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十字板长边朝后，如果摄影机整体重心靠前，则需要将十字板长边朝前。调平之前，先将俯仰轴、横滚轴和平移轴旋转锁扣锁上，将云台上梁取下，将摄影机滑入云台，直至安全钮弹起。简单调整前后平衡后，扣紧摄影机底板锁紧扣，安装上梁，固定上梁与十字板，锁紧上梁固定旋钮，扣紧上梁锁紧扣，连接 SDI 视频线和摄影机供电线。安装跟焦器，接入供电口，打开俯仰轴旋转锁扣，摄影机底板锁紧扣，上梁固定旋钮。将摄影机移动到大致平衡位置后，可将摄影机向云台内侧推入少许，令重心偏后，扣紧摄影机底板锁紧扣，上梁固定旋钮，打开俯仰轴垂直锁紧扣，旋转微调旋钮，使摄影机的重心偏下，扣紧俯仰轴垂直锁紧扣，摄影机的重心偏后偏下，有利于平衡调节，锁上俯仰轴旋转锁扣。若摄影机整体重心靠前，滑入云台后空间不足，可以调节横滚轴的利臂长度，松开横滚轴利臂上四颗螺丝，如影二的利臂最多可以延长 5.5 厘米，根据摄影机和镜头的长度决定延长利臂的长度，确保两侧的刻度完全一致。调节完毕后，务必锁紧螺丝。拍摄结束后，建议收回利臂。俯仰轴的垂直平衡调节，调平之前，先将镜头盖取下，打开俯仰轴旋转锁扣，将摄影机翻转，使镜头垂直朝上，松手测试平衡状态，明显看到重心偏移，打开俯仰轴垂直锁紧扣。若镜头向横滚轴电机侧倾转，则需逆时针旋转微调旋钮，将摄影机向云台外侧移动；反之，则需顺时针旋转微调旋钮，将摄影机向云台内侧移动，调整至镜头会停留在垂直朝上的状态，扣紧俯仰轴垂直锁紧扣。俯仰轴的前后平衡调节，翻转摄影机使镜头朝前，松手测试平衡状态，明显看到重心偏移，将上梁固定旋钮松开一圈，打开俯仰轴锁紧扣。若镜头端向下倾斜，顺时针旋转微调旋钮，将摄影机向云台内侧移动。若镜头向上倾斜，逆时针旋转微调旋钮，将摄影机向云台外侧移动，调整摄影机前后至合适位置，扣紧俯仰轴锁紧扣，锁紧上梁固定旋钮。若摄影机可以在倾斜45度角的状态下稳定停留，则俯仰轴已调节平衡。横滚轴的平衡调节，锁上俯仰轴旋转锁扣，打开横滚轴旋转锁扣，松手测试平衡状态，
明显看到重心偏移，将上两固定旋钮松开一圈，打开横滚轴锁紧扣。若摄影机左倾，逆时针旋转微调旋钮，向右移动摄影机。若摄影机右倾，顺时针旋转微调旋钮，向左移动摄影机。调整摄影机左右至合适位置，扣紧横滚轴锁紧扣，锁紧上梁固定旋钮。若摄影机可以在倾斜45度角的状态下稳定停留，则横滚轴已调节平衡。横滚轴平衡调节松开上梁固定旋钮时，因重力原因可能会造成摄影机前后位移，所以在横滚轴调节完毕后，需要检查俯仰轴是否平衡。若不平衡，只需微松上梁固定旋钮，修正产生的位移。调整完毕后，锁紧上梁固定旋钮，检查俯仰轴是否平衡。平移轴的平衡调节，锁上横滚轴旋转锁扣，打开平移轴旋转锁扣，抬起手持环一侧，明显看到云台向一侧倾斜，说明重心不平衡。打开平移轴锁紧扣，若镜头朝下倾斜，说明重心偏前。顺时针旋转微调旋钮，将云台向内侧移动。若镜头朝上倾斜，说明重心偏后。逆时针旋转微调旋钮，将云台向外侧移动。抬起手持环一侧，若云台可以在倾斜45度角的状态下稳定停留，则平移轴已调节平衡。锁上平移轴锁紧扣，开机测试。安装电池，确保电池锁紧按钮弹起。打开三轴旋转锁扣，长按电池仓或云台电源开关。